吐鲁番古称都师，也是高昌故地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葡萄城。这里是古丝绸之路上最热的地方，群山环绕，最高落差5000多米，也是中国出土干尸的盆地。这一集雷店长冒着酷暑翻越火焰山，一探埋藏千年的火焰之谜。吐鲁番，我来啦！吐鲁番维语是低地的意思，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，最低处位于爱丁湖，深达154.31米，最热时地表温度高达80摄氏度。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、气候条件，使得这里成为著名的瓜果之乡，盛产葡萄更是驰名中外。这一次，雷店长从乌鲁木齐出发，坐上新兰高铁前往吐鲁番。带你去揭开今天吐鲁番的面纱。现在雷店长来到这个吐鲁番，吐鲁番它是一个盆地，所以说呢，它整个形状像一个橄榄。这吐鲁番呢，大家可不要小看哦，它是这个亚欧大陆的连接处，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要道，也是进入西域的第一关。其实呢，据这个史记记载呢，在这个吐鲁番盆地呢，曾经生活的原住民呢，叫做孤师人。刚到吐鲁番，一位当地粉丝为了迎接我，为我画了一份旅游攻略，看这细心的构图，可见他对吐鲁番这片土地饱含热情。说在葡萄沟不仅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葡萄，还能遇见美丽的孤里。但此时天色已晚，我在吐鲁番的街道闲逛，这里新鲜多汁的石榴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多少钱一杯？一瓶子20块钱。这么多能榨出几瓶来？5-6瓶一瓶子，1块钱的卡现在是6啊，就到了。天哪，我的妈呀，你的名字叫什么姿是吧？我的名字雅姿。雅姿雅姿哦。他的名字叫雅森，不叫雅姿。不叫雅姿，叫雅森啊。对。你们现在维吾尔族小朋友喜欢听什么歌呀？我喜欢流行的歌。谁的呀？谁的都行。比如说谁的？蔡徐坤。同学们，第一部分在开始，我们就听到有人弹幕里面嚷嚷着这些小朋友都喜欢蔡徐坤，喜欢蔡徐坤什么呀？你就告诉我，喜欢他的英俊的外表是不是？对，他唱《情人》这首歌比较好。哦，唱《情人》啊。大家好，现在雷店长呢来到了葡萄沟，葡萄沟呢位于吐鲁番东北11公里处，它是在火焰山下的一个峡谷，这个峡谷里面有这个布依鲁克河。当我赶到葡萄沟的时候，800米葡萄长廊映入眼帘。这里深居内陆，远离海洋，日照充足，昼夜温差大。这里的葡萄因天山雪水灌溉，不仅粒大饱满，口感香甜，种类也非常丰富，高达70多种。我在葡萄架下不时联想起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这首歌，可是在葡萄沟人生地不熟，我差点迷路。要不然我去问问当地人吧。现在前面有一个女孩坐在那个地方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阿里通布里，你可以叫我金花。阿里通就是听不见的意思。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是公安局上班。是吗？天啊，是警察吗？对。啊，是警察。对。现在我们头上这什么葡萄呀？这个。那个头上是我们的吐鲁番的湖和白葡萄。金花打算做我的向导，他认为了解维吾尔族，首先要从艾特莱斯开始。葡萄沟就在火焰山下，这里的人民远古时崇拜火，艾特莱斯上的花纹就是艺术的描绘火的图案，这是维吾尔人对希望和光明的崇敬之意。哎呦喂，太好了太好了。你们最近卖的怎么样？我们还可以吧。那个汤锅，你小时候是不是也在里面？对，我小时候也在汤锅镇。你在里面啊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在玩。你是维吾尔族吗？对。哎呦，你很帅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帅是什么意思吗？知道啊。啥意思呀？就是很好看的意思。哎，你还知道你好看？你太骄傲了。你知道骄傲什么意思吗？骄傲，我不知道。就是自己说自己好看。哎呦，你好。你俩很亲啊。我的。他儿子。你儿子啊？我的儿子。小可爱耶。哎呦喂。小时候去我们跳舞比赛的，跳舞比赛获得
银奖还是铜奖？第二名。第二名啊，那就是银奖。准备。哇，大张旗鼓都要表演了啊！我最爱看小朋友跳舞了。对，走，哎呦哎呦，天哪！对对，这个小孩跳得那么好啊！对，那小孩跳得像刀郎那个提的动作，对，是吧？对。我要跟你比武。我要跟你比武。哎呦哎呦，你这谁教你的啊？你告诉我。新疆是歌舞之乡，各地舞蹈品种繁多。塞纳姆、刀郎舞、萨马舞，太多太多。小朋友从小就展现出舞蹈的天赋。随着网络带货的兴起，现在葡萄沟的葡萄也不再依靠实体店，完全可以我替你品尝，你直接在网上下单。对，尝一口，尝一口，要不要无所谓？可以吃。哎，可以吃，香妃王。香妃王。啊，这个可以泡喝也可以啊。哇，这也可以。不吃不知道。对，不吃不知道。一吃吓一跳，这个香妃王简直。这是葡萄干中极品，最关键的时刻来到了，就是这些东西到底贵不贵，到底能买多少个？多少？15块钱的。15块钱啊？嗯。哇，还可以啊。关键是这么大的粒儿啊！哇，这边有最小的葡萄。就这个葡萄。这是一种什么葡萄呀？这是梭梭葡萄，世界上最小的葡萄。哎，过来过来，哎，七三幺三嘞，白面烧面卷粉烤羊肉，徐家的南边的红烧羊肉。胡辣羊蹄干山的鱼，蛋塞米饭汤饭饺子，阿里巴巴的烤羊肉。很好奇，你这胡子真的假的？真的，真的、哦。原来还真是可以长出这样的胡子啊！啊，真的。看到种类丰富的葡萄干后，小朋友们，你们一定有很多问号：这些葡萄究竟是怎么变成葡萄干的？于是金花姐姐带着雷探长来到了葡萄干晾房一探究竟。哇，这是一个晾房的横切面啊！我们看一下，天哪，全是葡萄！哇，这就是吐鲁番这晾房的外围啊，外围就是用这种土砖啊砌出来的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因为这个吐鲁番的温度啊，据说夏季高达50到80度，所以说呢，这么热，然后呢，在这个砖窑里面是很通风啊的，它既把这边水分抽干，又不会让它散不出去啊，所以说是一个非常适合晒东西的一个好房间。这里面一定漂亮。您晾好了啊？这边好了，这就是晾好的。哇，那边就是全都晾在那儿啊？就是正在晾。传统的晾法啊？对，这已经干好的葡萄干。干好了啊？对。哇，这就是晾房哎！各位小朋友们、大朋友们，你们现在知道这葡萄干是怎么晒出来的？很辛苦的，工人们要把这个葡萄摘完之后呢，在秋季呢挂在这个晾房的这些铁丝上啊，对，就让这风干，15天就可以封好了，是吧？对，15天内就封好了。那我连想偷吃。前往火焰山的路上，一阵美食的香味飘来。让我在火焰山脚下驻足了好一阵。哇，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原来就是黄面的诞生地啊。对，火焰山著名黄面。西域的味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冒险雷探长。此刻我来到了整个新疆最热的地方，这是最热的地方。啊，为什么这么夸张？真的很热，太热了。这里夏季的气温可以达到50到80摄氏度。我身后这个就是。这就是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最大的这个温度计啊，世界上最大的。传说这里常有女妖怪出没，用美色征服西去的男青年儿。当地人告诉我，在前方的火焰山下就是中国海拔0米线，但是步行过去除非忍受鞋底被烧焦，所以只能自己驾驶这种手动挡铺战车前往。当我走进这宽大的车厢，使命感油然而生。祖国的边防真的需要热血与激情去捍卫，我一定不负使命，完成这次自驾任务。金花同志，你可一定要坐稳了。金花，你有这样的体验吗？以前坐过这样的车吗？车怎么样？哦哦，快不快？快不快？快！哦，好耶！
接下来我坐上了动力三角翼滑翔机，俯瞰火焰山的雄伟，一览高昌故城的风貌。当滑翔机越飞越高时，阿斯塔纳古墓群的全貌映入眼帘。考古工作者先后对其进行13次考古发掘，出土大量珍贵文物和数以百计的千年古诗，素有地下博物馆之称。这时飞行员特地将飞机倾斜，只见火焰山如同火焰层层攀升。不过你要知道，当年西游记可是实景拍摄，为了还原小说，演员和道具通通要站在真实的火焰山上，才留下了不朽的经典。不过我希望我下次能够亲自驾驶飞机穿越火焰山。换好衣服了是吧？对。哎呀，其实我觉得我们也要告别了。我有东西要给你。什么东西？当当当当，这是我自己说的那个做的那个葡萄罐头。哦，天哪！哦，太感谢了，这你还会做罐头？第一次做就给我了。现在雷天长呢要去这个土峪沟，土峪沟那个什么呢，有一个叫麻扎的这么一个古村子啊。我准备自驾前往土峪沟，但是我在网上没有查到任何租车信息。我四处打听下，一家当地维族车老板愿意租车给我。去之前呢，我要到新疆拌面餐厅呢，先好好吃一个新疆的拌面。你们这主要最好吃的是什么？最好吃的是什么？就白面炒饭、烤肉。哎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餐厅这边，哎，这边有一个女孩啊。哎，你好。啊，你好。哎，你是维吾尔族吗？啊，对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阿比丹。阿比丹啊。啊，对。当然，我觉得人家在这吃饭了，我们也不能打扰他，要不然，哎，要不然我也点一个吧，我们一起吃吧。好啊。因为我发现我的跟你的完全不一样，你是把菜都拨到一边是吧？对。为什么？因为拨到一边的话，我可以边吃这个面，然后边吃这个菜。哦。如果把它拌了的话，这个菜就到下面吃。哇，你看我俩的面，天壤之别，我都忘了，曾经以前也有这个维族兄弟跟我说过。嗯，行，我都不行，拌成这样吃吧，因为我们内地就是这么拌的。哎，你觉得什么地方有那个比较就古老的那种村子？古老的，在土峪有一个马扎。正当我邀请阿比丹同行时，一位神秘的男子向我走了过来。要不然我们一起去吧。我们一起去哪？说你啊，姐。哎，不是你，对，因为你带着牌子嘛。没有，刚下班。啊，就博物馆是吧？对。我给大家介绍啊，这是阿比达的这个男朋友啊。哎呦天哪！要不然把你那个女朋友借我出去，那个可以啊。你是做什么工作？我是现在是中山博物馆的讲解员。讲解员。你们那个干尸博物馆的干尸有多少？有11个干尸。11个呢？对。天哪，没赶上。但是话说回来，我6月份去的那个乌鲁木齐的博物馆里面有楼兰干尸。你是做什么工作呀？啊，我吗？啊，我在幼儿园上班。啊，幼儿园老师啊。啊，对。要不然你教我几句维吾尔语吧。好，我就教你你好，然后。你好，你好，我知道，但我发的不好。我说的对吧？啊，对。哎，你说这个，你也会说汉语，你觉得维吾尔语跟汉语的区别是什么？维语的话，你说啥，然后你只要学会那个几个字母，然后你只要有人说，你就可以那个写出来。我明白了，它就是拼音。啊，对，你把那些维吾尔语是拼音连起来就组成一个字。哇，这就是这个麻扎村啊。啊，对。刚到土峪沟麻扎村，阿比丹就很快融入了维吾尔风情，带我走进了新疆的历史。后来我了解啊，这个土峪沟呢，它已经有1700年的历史了。它呢是中国第一土庄，就是你们那个新疆啊，它是用这个夯土做的房子，老房子啊。你住过这样的房子吗？以前有住过呀，小时候住过。对，老家是哪里的？
在圣经乡。这上面的这些还是油画呢，就像那种，这都土一沟的风景啊。啊，对，这是好像很久以前的了。然后啊，而且我发现这个地方还有个特色，就这边的窗花特别有名啊。窗花是这边的文化元素之一。哇，此刻雷探长来到这个麻扎这个村子中心啊。我看到这边有一个叫做麻扎阿利地主麻寺啊，主麻，主麻日就是要礼拜的日子啊。那些古代帝王呢，他们都来征战到新疆就是来找葡萄干的，对吧？不是呀，嗯，来这儿找美女。真是这样的。阿比丹，你看这种房子啊，也挺维吾尔族特色的啊，就上面是配这个有一个什么绣楼上的，还能往下看，然后底下能走人。这就是你们这个维吾尔族的院子 啊。对，这个门儿都是维吾尔族风格的。维吾尔族风格的啊。做的。老奶奶，你多少岁啊？来现在多少遍？76岁。76岁了。啊，你是？我的粉丝太小了，我的宝贝儿，我的宝贝儿。葡萄卖葡萄，我卖。你是卖葡萄的啊？太小的。哇，就快手卖葡萄的。啊，这个大叔叫做新疆吐鲁番特产。其实县长呢也是在要帮助那些农民脱贫致富，大家可以关注关注这个新疆吐鲁番特产的这个大叔啊，就是做这个快手的，然后来买他的葡萄。这个多少钱呀？在这个村子依然保持着淳朴的交易风格，有人利用当下的互联网的便利做起了网售生意，但也有一些老人摆地摊做现金交易。我才发现这里的哈密瓜居然这么便宜，只要3块钱一公斤。奶奶，这个多少钱呀？10块钱。10块钱，它是有凉的和热的啊。凉的。有个老人家的人卖葡萄干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亚西姆斯斯。亚西姆斯斯。哇，这个老人叫什么呀？叫什么名字？阿布雷斯。阿布雷斯。嗯，阿布雷斯。来了。你好，你好。来，看一看。拍照，拍照嘛，一分钱我全不要了。不要的，不要钱，不要钱啊！好好好好，葡萄干啊！哎呦哎呦，哎呦，我装葡萄干了，倒去了。哎呀，这太，太这太客气了，就给我装这么多葡萄干。这时，这位维族老大爷不停的给我装葡萄干，迫不及待的向我展示他的相册。哇，我们看到这个老爷这个地方好多葫芦，他特别的热情啊，然后呢见了外面的人来了就特别的高兴啊。来了，来看一看，拍照，不害怕，不要钱，钱不要，不害怕，来嘛。谢谢谢谢，哦，拉进去，热情的拉了进去。谢谢，谢谢。同样的方法，再装。你这东西，一个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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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老爷特别想跟陌生人拍照，你跟他要拍照，并且把照片寄给他。哦，好的好的。这是他的爱好。好的好的。没有。啊，没有没有。他在那儿就说来了，他的第一次，我应该怎么说？他是跟喜欢跟所有的游客。看一看。哦，我以为你介绍他不让你看，上面有他地址。哎，对，这个、有他地址。他妈那个拍照，就是寄到这里来是吧？哇，好了，够了，老爷把要把他所有葡萄干都给我，谢谢，够了，够了。那这个爷爷有点热情。你看，你看。好了，够了够了，谢谢你。看一个，一个一个去了。嗯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。这老爷爷呢，叫那个阿布利俊，然后呢，他现在呢非常快乐，因为呢他有那么多的这个客人跟他合过影啊，希望大家都来跟他合影。老爷爷，祝你健康长寿啊，健康长寿，健康长寿。哎呀，我这有什么东西可以送他呀？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他。我看我这个，要不给你一点钱，这个给你就是那个瓜子的钱，然后要你拿着，我们这也不能啊，不要钱，不要钱，拿着。他不会给我装葡萄干吧？别，不要装了，可以吗？不用了，真不用了。哎，不用，
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，这老爷不用了，不用装了，这个都太那个什么，太热情了。哎呀，真不容易，就在一棵树下自己卖葡萄干。哎呦，我哪舍得他给我们塞那么多？他这样的，他给所有的那个路人啊，就在那塞葡萄干，塞葡萄，然后合影。嗯，他说的不要钱，我觉得这样不好，不要钱他就穷了。对呀。维苏老大爷厚厚的相册就像一部影片，记录着客人们的欢声笑语，各种文化汇聚到了吐鲁番，又将微笑和友谊驮上丝路。大爷明白，没有人可以留住时间，但影像可以。没想到很多来过的客人真的把照片按照地址寄给了大爷，这是他晚年最开心的事。这个墓地啊，土鱼沟这个墓地，大家看像不像楼兰古城？你能看到一个东西白白的，看到了吗？这个村子啊，有1700年的历史，但是这个土鱼沟呢，它有2600年的历史，所以这么长的历史时期呢，这片墓地里面肯定有些白骨，它会露了出来，这是非常非常自然的。迁移啊！古老的丝绸之路，多少朝代更迭，历史一次次重演。这里曾是中西方商人驻足的驿站，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。有的人将一生的信仰奉献在这里，又埋葬在这里。但是吐鲁番的炎热干燥气候又将尸体在自然的状态下脱水干燥，让吐鲁番成为新疆出土干尸最多的地方。此情此景，让我对新中国考古工作的前辈表示敬畏之情。这个吐鲁番呢，它可是丝绸之路西域行的这个第一站。要么怎么这个西游记来到这个西域部分呢，一定要从这个火焰山讲起呢。在这个地方呢，其实呢在1700年前呢，可以说是这个佛教非常的盛行啊，到处都有这个千佛洞啊，像这样的地方呢，所以说诞生了很多吐鲁番早期的居民。他们在这里呢，主要是以这种沙漠里面啊艰难的生活着。嗯，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有很多白骨呢，也是从这骨质这种变化程度上来看呢，风化程度上看呢，至少也有上百年历史。今天能够来到这边呢，主要呢，我们要对失去者呢，一定要有一种缅怀啊，希望他们能入土为安。吐鲁番除了掩面的黄土，还有一些充满故事的老人。听说这里住着一位古董收藏家，我决定去寻找他，夜里就出发，看看能否窥探到吐鲁番的过去。哇，刘县长，终于看到这家古董店了。哇，一进来能看到好多的老的物件。老爷，您是什么族啊？我维吾尔族。维吾尔族啊。嗯。这些都是你那个花钱买来的是吗？还是捡？花钱买来的。收音机里面传出了一些声音啊。蹦蹦的声音。蹦。喂。他说的什么意思呀？蹦。吃的。现在那个疫情的、疫情的问题啊。原来这个老爷叫这个伊明嘎吉提啊，是收藏家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漂亮，您是他的女儿。女儿啊，哎呦，真漂亮！我说，哎，很漂亮的。谢谢。这老爷很神秘的说：“过来。”然后我们就过来看看。这时老大爷突然喊我过来，要带我走进里屋。难道里面藏着什么宝贝吗？哦，这是钱。钱，这老爷把这所有钱都夹到书里面。这是什么？这些壶是喝茶用的吗？开水。哦，开水啊。他们以前就是在这边放上这个煤，里面放上煤，然后呢，然后把水就可以烧开了啊。您是石家媳妇啊？没有没有。您是我的弟弟的。弟弟的啊。啊。弟弟的媳妇。此时天色已晚，为了不打扰老人休息，我也只好先行离开，打算白天一探古董店的真面目。哇，第二天再来的时候呢，这户老人家的房子刚好是冲着东边，太阳升起照了过来啊。我叫石家媳妇是搬给你的，对吧？哎，就是以前毛主席那个时候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50。您一般那个钱卖多少钱？那个啊，
我也不知道呢。不知道啊，收收藏啊，黑货那东西。你知道卖的最贵的是什么？贵的吗？哪个最贵？那两个壶。那两个壶，你卖多少钱？15万毛给我们。15万两个。哈尔滨来的人给加15万给了吗？没给。我没想到门前的两只巨大的洗手壶竟然要开价15万元人民币一对，可是就是这样不分日夜的摆在门口，从不收回屋里，难道就不怕被人抱走吗？也许我真想多了。大爷说，你就是把钱包丢在门口也没有人拿。那行，我走了啊，拜拜。新疆一片神奇充满希望的热土，我沿着心中的梦想一路向西，记录了许许多多新疆的故事，所到之处无不欢歌笑语，每个人都努力地为自己的事业打拼，各民族同胞也在脱贫政策中迈入小康。人这一辈子有两个一定要上，上课和上当，你不上课就要上当，有两个必须要教，教育和教训，你不被教育就要被教训。今天中国正在大跨步的崛起，因为每个人都珍惜这样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。我的10集新疆纪录片也到此结束了，我想我还会回到这片土地的。告别了新疆，我的冒险之旅又将开始。子思桥村被誉为中国第一蛇村，这里有300多万只蛇出没。下一集，雷店长将走进蛇村，和毒蛇一决高下，与蛇共舞。